惊不惊喜啊？什么叫我怎么来了呢？这个问题问的，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啊！陈年，啊。 陈年，今天是白色情人节，你不跟我说一句节日快乐，送我个礼物什么的？都多大年纪了，还过这种节日啊？快下雨了，早点回去吧。跟你开玩笑的，当真就没劲了。 我先走了啊，小心点啊，花带走吧，没地儿摆。你绕路是吧？不停车。没有情况。啊！我回家！啊！那我给差评们带的。 姐姐，走，别快，必须解决，快点快，快！博远，你可以跟别人约会啊。哦，嗨，挺尴尬的吧？这是哪位啊？女朋友。 严格来说是未婚妻，我们打算结婚。你不是不婚主义者吗？你不是跟我说约会、吃饭、看电影都是那种庸俗的小情侣在干的事儿吗？人是会变的吧？而且小白，我们两个分手了。我们怎么分手的？你就发了一个微信通知我，你告诉我是为什么了吗？能有为什么？都成年人了。 有必要把事说破吗？陈年，快来看呐！哎，陈年，那这三年的时间里面，我算你什么了？你当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但这种事最好别问。都成年人了，只有愿不愿意 ，OK？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做错什么了？
你这样对我，让我觉得我自己一文不值。当我对不起你可以吧，但这过程当中你不也挺开心的吗？你他妈混蛋你！我是，我一直都是。哎，发蛋！干嘛呢？两个一样的东西，只留一个。让我们和你多余的人生说再见吧。再见。你过来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也进这里边，我的人生就彻底清爽了。小白姐，原来你会开玩笑啊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说的多认真啊。啊，晚安。哎，每一句晚安都是我想你，我想你，别在这瞎分析。其实我想你。